好，接下来时间当中，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贤雅集的主创团队，我们的导演郭敬明，以及是谁？首先请导演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片子好不好？新亚集是根据我们的中国人可能是的《阴阳师》小说改编的一部具有人物啊形象的电影，女性的因为呢六平和伦伦两个人来扮演秦英和博雅两个双雄一起探究一桩又一桩悬案的故事。那在这个是特别奇幻然后又有丰富特效的电影里面，然后又有很多动人的情感，所以说也希望各位今天看完，因为是提前看完的，今天看完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圣诞节记得带上自己的好朋友、爱人，然后男朋友、女朋友，然后一起去电影院多多支持，谢谢。今天我想问一下赵又廷，就是这部片子，因为是你跟导演第一次合作，当时会让你心动于这部片子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当时收到导演的邀约，确实挺惊喜、挺意外的，因为觉得自己应该是颜值在线，可以被导演看上。谢谢。然后呢，自己本身就是阴阳师这个 IP 的粉丝，也特别喜欢秦明这个角色。然后他的剧本我见改编的非常精彩，非常完美。就是跟导演稍微聊了一下，说。其实在片场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每个演员都会感受到
反馈表演手部的，然后演员之间在拍戏的过程当中也在互相守护，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歌，可以给大家带来温暖，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部电影，也希望可以多帮帮我们宣传，然后带更多的人过来感受这个温暖。好，接下来我们来开放给我们现场各位粉丝朋友来提问，好不好？那你就你要那个蓝衣服的你来问吧，你也行也行你也行行可以可以。你大声喊吧，我们都听得到。是的，今天早上才临时通知的，今天早上才临时定的，我也是才知道。希望通过电影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守护和温暖，就这个世界上是值得守护的，而且一定有人在默默的守护着你，也许你不一定知道，但是一定会有。而且特别是2020这一年，其实大家都过得特别不容易，就是各行各业每一个城市的人我们都经历了很多，所以特别希望在这个寒冷的这个年尾的时候可以给大家一份很温暖很守护的值得这样的一份感情，让大家可以短暂的从我们也许特别压力或者特别紧张的生活中逃离两个小时，去做一场特别美的梦境，给各位的生活带来一丝点缀和带来一丝奇思妙想，我就很开心了。然后也特别希望今天的电影让各位做了一个很美的一个梦，有感动到大家。好，来绿衣服的小姐姐。好，然后我现在穿绿衣服。可以。然后我就是喜欢动的是绿衣服。然后可能我今天可能有点哑，是应该能听到我说的。然后我今天就是因为我们动的其实是第一次，就是穿这种大衣服，就是作为主角嘛。然后我当时干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就感觉又哭了。然后我觉得你的演的非常棒，但是我觉得你演完这场戏之后，我就很想问。没有办法啊，这个栏杆太高了，我现在是手拿着的。其实在拍的时候首先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其实他喜欢我这么久，其实看也看到我终于拍电影了，我觉得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首先我能理解你。对，然后其实博雅这个角色在拍的时候其实心里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博雅。其实今天你们看到的是第一部，但是我们拍的时候我们是连着拍了两部。其实博雅他整个的一个经历和他的感受其实是贯穿的。那在第一部的故事其实今天你们好了，其实他就是主要是讲博雅和清明他们俩从初识到最后建立起了一种很信任的一种情感的一个过程，我觉得算是一个开始吧，所以其实我觉得第一部对于博雅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他是有改变的，
他改变了一个他可能在他遇到情人之前，这一生都不会，这一生都不会，不会想到能改变的一个意识，就是人和妖的一个区分啊。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感情的沟通和一个守护的一个主题。对，其实博雅可能清明，你好，哎，乖啊。清明最后守护了博雅，其实也让博雅到最后找到了他这一生其实应该守护的东西。嗯，对，谢谢。我要问，太棒！那你来问。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演的这个博雅，你跟秦明，你觉得你们两位是兄弟情，兄弟情还是惺惺相惜？伦哥，我想问邓伦。我想问伦哥，火车什么时候能开到杭州来呀？对啊。对，一切都在计划中啊。杭州应该不远了啊。等你。这边上海更近一点了。哦。对，快来吃。加油，皮！我想，你好，可以问吗？啊？春夏说你是剧组里的舞蹈担当，你怎么，你是怎么做的？现场说了。我吗？我有担当了。我也很努力想要低调。这个没我，我只能有不跳舞。这是你自己的方法是可以，对，这样就可以。OK OK， 好。啊，那你来问，你来问，你来问。想知道叶一涛往成都来了，我就想问一下，如果疫情过去之后，你们会不会加演一场成都的路演？加演一场成都的路演。这个路演是发行来统一安排的，我们其实自己都不太知道，我们其实比较分开跑。然后也看各自的那个工作情况，但是原则上我们是希望观众朋友们见面，我们是很开心的。但是因为很多的工作，包括佑廷啊等等，他们是提前很早就安排，所以我们在尽量的协调，尽可能的多。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那个会衣服的男人吧。他录的时候就跟我说，导演那首歌非常难唱，他说万一到时候我……但是好好听啊，好好听啊！这个刚才都唱哭了，好好听啊，听哭了刚刚。唱，加油！来一个，我唱两句吧，最后两句，最后两句是啥来着？心情明月照山野。风波雅轩望君月，好听吗？好听，好听，好听，非常好听了。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影城有礼物要送给几位，对不对？来来来，小朋友上来吧。谢谢你。说有个小朋友长得很像汪老师，我叫过来看一眼。主持人有吗？主持人，主持人，我有的礼物送给邓伦。哎呀，好，等一下。
都好，谢谢小朋友们，辛苦了，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大合影，好不好？好，要送你待会过来自己送啊。哎，我们合影的时候，拜托大家一件事情，全部站起来，跟大家约好的事情是什么？忘记了没有？手机。然后我数一二三，祝电影《秦雅集》，大家帮我们一起来喊票房大卖。哎，好聪明啊！谢谢各位啊。导演，这里郭敬明，郭敬明。好，来，现场所有朋友把手举高，一起来喊，祝电影《秦雅集》票房大卖！谢谢各位，我再来一次好不好？好，来，祝电影《秦雅集》票房大卖！小四加油！手机举高，好，谢谢各位，12月15号，一定要来支持我们的电影《秦雅集》，谢谢各位。